梦见厕所，厕所是肮脏和缺乏肯定的象征。那么做梦梦到厕所象征着什么意思呢？梦中的厕所象征着梦者对私密性的需求和在自己的空间里自由发泄感情的愿望。梦见你很急很急想要上厕所，但所有厕所都在使用中，这是在警告你，凡事千万不要太贪心，有得到就好，否则会让自己失去更多。梦见走进一间陌生的厕所，预示着你内心的迷茫，可能你现在的生活很没有方向，让你自己不知道未来的定位在哪儿。建议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然后一点点实现。梦见自己掉进厕所是吉兆，一般梦中的粪便都代表着财富，暗示着你可能会发大财，最近有很多收入。